因为我等这个舞台真的已经等了很久很久了。对于我来说，最长的距离就是从练习室到舞台的距离。 Don't go tonight, stay here one more time。 如果出道以后遇到自己不太喜欢的问题，都会直接拒绝吗？不会，我就尝试去接受。是女团，不会。我觉得他蛮有自己的态度，我也觉得蛮有自己的坚持，我觉得这也是不错的。然后我也想感谢一下支持我的青春制作人，谢谢你们。然后谢谢你们给了我这个机会，我会更加努力的，谢谢。I want you here with me. I know that your love is gone. I can't breathe. I'm so weak. I know this isn't easy. Don't tell me that your love is gone. That your love is gone.Don't tell me that your love is gone. 我很想跟你们在一起度过这个夏天。我想跟你们说的就是，我没放弃，然后我还在努力。